大家好，我是白石木马仁堂大叔。不知不觉，从三月份吧，三四月份左右，大家陆陆续续的已经陪唐大叔度过了四五六七八九，哇，半年的时间差不多了啊！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因为有你们的观看和互动，还有订阅。让唐大叔才有这个一直做的兴趣和这种毅力吧。唐大叔还是一个比较自由自在的人，所以我喜欢牧马人。我相信开过的人都明白我说的意思。Go anywhere, do anything。很有意思。所以找到吉普，找到牧马人。又找到你们这些好朋友。我刚才在想，你们算是 friends 呢还是 fans 呢？所以应该都是 friend 吧。好的，在此也欢迎新朋友你们的收看。欢迎和我们老朋友还有唐大叔本人一起互动，然后记得订阅哦，然后慢慢去看那些吉普视频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吧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了。我是白石木马人堂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